想的。无论如何，呆子，看这边。做人的感觉是怎样的？能和我说说吗？呆子，看这边。变成人的话，就能吃好吃的东西，穿漂亮的衣服。接下来，柳宁，你跑。原来是你。怎么样？我不过什么呀？我觉得他对你还是挺满意的。请少侠安静。哦，有正事，见过前辈。此前我曾说过，妖与人一样有善有恶，若是天匹夫汉大树。千雪姐姐，考核就这样完成了？千雪姐姐，何况狄伯通前辈，既然已经通过了四位导师的考核，那现在就选择身份吧。记住，游侠只收男子，而巫祝只传女儿身，可别走错闹了笑话。他还是新面孔。这位是严九渊，是长司大人的师兄。千雪姐姐，烦你在天牢外镇守，以防其他小妖逃出。我们进天牢处理剩下的四三妖怪。
妖气退散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我们先回转妖司吧。不少牢门报告。清点完毕，狐妖土山野不见踪影，其余妖物已全部羁押回牢。涂山四位导师名声在外，贸然去妖市可能引起骚动，永宁你们去妖市打听一番。你刚入降妖，不用紧张，我可是你的前辈，有我照。好了，这里便是妖，真想不洛阳城，所以才在。说来，我和小白最熟，若要变身，如何？是，怎么？师姐，少说两句。告诉你，人你这师姐，哎，包。不过，
打扰。你要是再进一步，喂，哈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妖气退散。奴就是奴。你们要知道什么？快点问。因为奴家梳洗完就要睡觉了。哪儿来的小家伙？到了。永宁师姐，不，只是听那猫妖说。站住！大我老娘今天就要。师姐，我的个老天爷！你们。这位可真没想到，河伯大人居然好这口。昨夜想要涂山夜逃，在下。那你们是代表？我等乃是和。不用再，居然试探到老夫的头上，别装了。你们身上一股子人味儿，难道老夫就闻不出来？妖气退散！小子，算你那个下的！跟我斗，还差得远呢！感受我的毁灭之力！妖气退散！小子！团，你这小辈居然能把
不行，师姐，别冲动，让我来。好歹团子是我这边的。涂山叶，你偷偷潜入妖室，老夫注意不及，也就当没看见了。就我看您这副老小虎，就你这小尾巴小爪子，趁早回去偷你的鸡去。原来你我胡师姐，妖气退散。烈火焚源，寸草不生。妖气退散。哎呀，这怎么有一条肥泥鳅？你们俩，为师之前叮嘱的事，果然被你们抛在了脑后。这就是杏花村，听师父说，杏花村古来就有仙妖传说，有一大部分也是因为这口岸的功劳。终于到了。说起来，师姐，当年青丘为什么会突然自封禁门？吾乃大唐降妖司少卿永大哥，请看这玉笛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吵什么？
就算是只和当初在妖市里。我们真的不想。我们没有。住手！你是哪家的孩子？居然敢吃。二位贵客，此处不便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阿姨是三日前回来的。客人，您这是？哎，明明是你跑出来先撞了师姐的。我的天哪，这老太太可真是啊，真是的。音乐，九印婆婆，我们把草采回来。真是睡了个好觉。怎么样，醒过来了没有？接下来可是硬仗。妖气退散，感受真正的力量吧。终于到了，好在这一路有惊无险，前面就是天湖大典会场了。感受我的毁灭之力。